奇怪、嗯，怎么找不到那把武器呀、啊？我要那个啊，但是要那个红绿灯系列的武器。对啊，那个电击的。电击的。现在有一把很猛的、啊，怎么找不到、啊？这样感觉蛮猛的，我一下，还有按错。拿这一把看看好了。哇，电磁炮，这感觉要来一把。红绿灯我都有看到，但我要先拿一下刚刚那个一方忘记。寒冰之石，然后、嗯、红绿灯刚好看到，奇怪。闪光弹，电击，不对，它只有红绿灯，应该在超级组合里面。机械，不对，对啊，应该在组合或超级组合里。而且我看到了电流杖，哇，好拆分，胸口光束。烈焰拳套、镭射剑、ZAR、暴击大炮，感觉好像也很强。啊，你拿一个这个。可是大妈不在这里耶。大妈不在啊。对啊，我们在这。哦，对啊，我们应该再找其他地方。我先把武器换一下。这是什么啊？类似电击枪，我拿电磁炮，电磁炮有了，哦，电流杖，好了，全身猛猛的武器了，哦，啊 ，Here we go， 对啊，我们这样多正啊，哎，我没有给 NPC 一个好一点的武器耶，我觉得应该是最右边的那个绿色车库。有啊，他有拿电吉他，啊、他吉他手。嗯，走啊，走。这边往左一点的方向一直走就可以了。Here we go。Looking for a snack。吃我的寒冰之术，哎、他已经倒了。解冻了，好猛、喔！哇，好猛、喔！哎、欸，弄到我了啦！哇，还有跑车！你要来吗？哎、欸，你要来吗？啊 ！Here we go！ 飞！飞车表哦。哇！才撞一下全这个车都斑驳嘞，太猛了吧！有哎、欸，妹子已经回安全区了。嗯。嗯，就是这里。这里吗？哎、欸，有没有有像、啊？可是我记得不是这里，我记得是放飞机那里耶。这里是我们最一开始的 safe house。所以这里没有他。没有，我觉得是。哎、欸，观众。飞机那边，飞机在哪里啊？飞机在哪、啊？观众，谁说右下角的观众？各种怪观众。飞机，我真的不记得飞机在哪嘞，怎么办？还是左下角。Sovereign Brenda。大家有印象吗？帮我们往左下角去看看好了。左下吗？对啊，感觉有可能是那里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你们各种骗啊，你们这样不行啊，我会很难过的。哎、欸，在这里感觉快爆了。
欸，他的位置上不去。这台车爆了吗？我按错了，按到奇怪东西。恢复了，恢复了。要去找大妈，就是应该是飞机、啊、有飞机的那个，有飞机那边吧？对啊，你们不是说 Gary 的老婆是他？那要回去先找他，不是吗？除非我们已经一切都来不及了。对啊，我是怕来不及。就不知道为什么那 Gary 要那么凶，我就要爆了。啊跳过这里，跳过这里。你要去哪里？应该是在这过去吧。对啊，往这里走。哎、欸，有前面有跑车。地图黄色部分这是主线，对啊。可是那个主线已经变成要击败 Gary 啊！啊，刚刚有粉丝说 Gary 是击败他就会变成 bad ending。然后要先去找他的大妈。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寻找大妈。还是好好跟他说他会愿意听。可是感觉他只要一看到我们就会拿武器来揍我们。对啊。他已经对我们莫名其妙的很怨恨。可能是我长得太帅。还好，是我一直打他。哎、欸，又是这里，又是这里。冲了啊！冲了啊！我也想冲啊！先看车子可以到什么样的地方。这里是极限了，准备跳！哦呦，我飞走了。这么拼命哦 ！I can fly。我靠！那个车子的轮胎在我旁边滚，我看到了，这里有另一台，顺着道路走就可以看到。嘿，嘿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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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人家说机场在左边，但忘了上海下，这个话真的非常的有建设性，因为右边我们都去过了，所以只剩下左边。没错啦，没有错啦，就是这样啊。下面过不去啊！不忍吐槽。在这里有一个，附近有一个，来。有看到了，前面是前面、啊、是这里吗？不知道啊，去看看。好像也不是哎、欸，是不是这里吧？看一下，也不是。哦，总之先。哇，哎、欸，我们运气好差哦。看有没有吃的啊？啊！哦，爆炸！我只想要拿个椒盐卷而已。我的武器都不见了，你武器都不见了，我的超威猛武器就这样爆炸了，被炸掉了。左下也不是，那应该在这里，那一点也不是，我们就，就放弃呗。原来你手上还有另一把，这台车包可以撑多久？哦，这台车超烂的嘞。你走去哪？走啊！Go， 是走这里吗？我看一下，哎、欸，车爆了，车爆了！哎、欸，太快了吧！这摩托车，摩托车，摩托车！有啊，有啊，有，我这有摩托车。我看到了，摩托车倒了！可以扶起来，可以扶起来！哎、欸，再扶起来，再扶起来！不要再弄倒了，有了，有起来了，起来了！按你人类，你再 biu biu biu。我生气了，快点！你去哪里了？我在摩托车上，我在你旁边。哦哦哦，上来吗？走走走走走。等我们旁边绕圈圈一样。太夸张了吧！没有没有，
要走这里。过得去吗？可以可以。工厂之路。哦不！哦哦哎哎哎！摩托车就这样飞了。哎、欸，我飞超远的、欸，我飞到中国庭院里面去、欸，哎，我整个人在天空上打滚了好几圈、欸，哎，哎，你在桥边另外一边。你为什么在那里？我飞到里面来了。哎、欸，你也太会飞了吧！进来啊！哎、欸，你超远的、欸。哎、欸，你飞超级超级超级远，就很夸张啊！这是是不是 bug 啊？我不知道、啊。但你也离我太远了吧？500公尺哎、欸！我在药局里面哎、欸。你怎么可能可以飞500公尺啊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太扯！超远的。哎、欸，我还要击败特种部队。你也太远了吧？嗯、啊。然后这有摩托车可以骑耶。对，我要先击败特种部队。寒冰之术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有被击毙？哇，这招对他们比较没用啊。怎么会飞到中国城去啊？比我拿出我的红绿灯。Hey man， 你没事了。哇，哎、欸，超级正妹，怎么还有人哦、啊？哎、欸，正妹是我的，你怎么看到正妹都跑得那么快？什么东西？是正妹，来解救你啦！还 OK？ 哦、okay? oh, yeah. Anyway, 哇哇哇！他愿意跟我走，他愿意跟我走。好啊，走啊走啊。Nice。对啊，箱型车坏掉了。我、哦、没有，我前面有那台车。前面前面没有，但前面有箱型车。对。哇，这个好好玩啊！不要乱炸、啊。呵呵呵。那你搭那台，我搭这台，因为这也是很猛的车啊！哇呀！冲哦！冲锋陷阵！左下港口那里、欸、被拉出来了，没水准。左下港口那边就不是啊，那边没有点，所以先去这里。我们左转，右转，这个红色的，哦，哎，哪里呀、啊？这里过不去、欸，这里车子过不去。啊、没关系，在前面啊。前面。对啊，好难跳。结果啊，你们，两个气死！这里总是了吧？感觉也不是哎、欸。What？ 不是啊，这里我们来过了。没有啊，这里是左上的。啊，不管了，我要去击败他了啦！我要去打爆他了！我要打爆他！上面还有一个啦。没有啦。在上面还有一个啦。那是房子哎、欸，不知道车厂啊。好、啊，去房子，去房子，去看看啊！最后一个了，再没有我就一样打爆他了。管你 happy ending 还是 bad ending， 当我路则死。说不定很少人看 bad ending 啊，我们这样子玩也是蛮特别的。是啊，因为很少会直接去打那胖子。只有我们两个会直接打那个胖子。我想说，哎、欸，感觉还可以，很酷。没想到打一打就生气了。对啊，谁知道啊？